常常老是吗？你看这么。听刘胜的表妹说呢，这边 I O I C D Mall 开了一间寿司哦，很好吃的，他们的米油很特别，今天我们去试一下。我的表妹就是你表妹，钱底下是我的钱来，是是是，等下给你，等下给你，看到了。哎、欸，我们下边看一下那边可以选更多寿司，这里有整排寿司选择，哎，超多选择的。哇，他们的寿司做得很美哦，全部大大块的，看了都想吃了。表妹讲他们的饭很特别，还真的是很特别，那颜色不一样。哦，是啊，这个是我们的 bed rice 来的，是我用特别的酱料来制成的。哇，这样特别啊！我可以进去研究一下吗，师傅？好呗，这个是我们的秘密哦。特制酱料啊！有看到了，太短了，我跟不上。Very nice， 搞定了。看完了还是学不会。Full destiny。好，这个手动水放在这边。啊，这个放进去。啊，这个简单哦。想不到我人生中第一个寿司就在这边做。没有你，你厉害没？看我，我自己在做这里。这个是我自己的寿司。放一片 salmon。这个是。这个是杂巴浪寿司噻。肉身要记。OK。还有试下看自己的，我跟你讲，你被炒鱿鱼样子做，很好喝，好好坐着吃不香吗？刚刚我们做完出去啊，原来是这么累的，奖赏我们自己一下，来，奖赏多一下。我看中了这个沙巴鱼，然后他们的米的颜色果然是不一样。的确，那米是有点咸味的。啊、那沙巴鱼很香哎，它鱼是真的是有厚度的。我看到这个我顶不住了，好这个老色的。嗯，哇，饭是比较特别哦。嗯，比较有香味啊。很有分量啊，给的出去。这个也是我很喜欢吃的大锅鸭鸡。两粒哎。配合我吗？两粒，一粒不够。哇，这个还有很多个，来选一下吃什么。还没有完啊，这里还有啊，圆的有三角形的，哎，他们这个做到圆圆的，它外面的是蛋皮来的，蛋皮包着它的寿司，然后上面是沙门，左一个右一个，哎，非常好吃啊，好吃，它酱很香，看到这长长的我就要来吃了，这样都不选，你选一个长长的，长长的好喝吗？你干什么？啊？我要吸收他每一口的精华，你不会啊？那我是，我要经常来打包。除了这里，万有也是有吗？那我听他们讲哦，他们每一间，特别是他的那个，有一个主厨在那边 head chef 在这边，该跟我们互动那个 Jackie 就是主厨来的，控制那快递嘛。哇，怪不得我们的寿司这样好吃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你在吃甜品啊？对，我已经开始吃甜品了。除了寿司还有甜品吃，晚餐好吃，喂我一个啦。我喜欢吃什么？